再借钱。哎，就闹一个借款呐，可是明白呢。就是哦，这是不能送的啦。有一个叫诗情画意的庙，伊叫做永恒，收拾伫个文庙遐，只有伊才当把这个酒款拍开。哦，哎呀，我看哦，优惠后个月就会大巴肚啦，因两个哦一定先上车后补票。如果啊，爸妈，你看阿嫂这个水真足歹吼。好啦，来，盐水食饱啊，嘛甲我算过啊，来，即马行李。多谢阿嫂，我就忝的，我是爱洗身躯啊。阿雄啊，你看，咱优惠啊，愈来愈高呢。你不听讲，食一回，学一回。啊！若要搁像较早散型，我都烦恼啊。哦，啊，优惠甲文亮若是结婚哦，我看烟水甲留落来啦。啊，若无交伊这散型咧饲哦，烟水肯定夭死。嗯，啊，你若想要留落家饲吼，你着讲一声啦。啊，连遐有诶无诶？妈，我哪有啦？刷落来，公司要办的，就是你家族今年的婚事安尼。希望也当成功。啥？你讲啥？啥物希望伊会当成功啊？嗯，啊，要嫁人是你呢？优惠啊，啊，你今日哪会挂目镜？目睭疼，无都挂伊是眼镜。目睭疼。啊，不过我看你的目睭，敢若真正呢。尤伟，头家妈找你，伊在总的办公室等你。哦。文娘，你昨暗是走去倒啦？啊，害尤伟四处找你，我找拢无呢。文娘，阿妈，你甲伊讲话，你是有听的无？阿妈，歹势，阿你遐讲啥？我咧问你，昨暗走去倒啦？唔知影昨暗总经理到甲小心着倒来无？尤惠，阿妈，你遐面色遐歹看，闲啦？我还想忝啊！啊，若忝就这么睡休困，请假一天那有要紧啊！来，再坐再坐，好，来，坐。我看恁两个哦，规日请假去度假啦，嗯？嗯。阿贤呐，看恁两个表情，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啊？阿妈，昨我就知影讲。小金当年离开是因为伊得到感情，伊惊讲阮两个继续做伙，我会艰苦，所以三年前伊无讲一句，就做离开。我你即马讲啥？头家妈，你听总经理解释了。当年伊毋是放杀我，伊是牺牲家己，我好艰苦。伊等到伊家己的病情控制稳定了，伊才回来台湾。回来了嘛，知影讲我甲尤惠两个在搞。原本伊按算讲，咱三代签约签好，礼金打底，安达好势了，伊就要回去美国。伊嘛照伊约定，
你酒回了，上了飞轮机，你飞轮机顶面昏去，我拢送去病。啊，不过伊感情随时拢有可能会犯错。我若真正假做啥拢唔知，让小金这样伤心的离开台湾，伊的病真正有可能随时会发作死在美国。我真正无可能看小金这样孤孤单单死在国外。我真会哭。无你到底是你讲啥？哈？你凊彩讲讲嘞，啥物感情？你甲我讲话详细。阿妈，我讲是真实的。小金今摆人倒在病院。你唔相信，你当去问医生。小心，莫走。阿妈，我会当了解谁奈小青，完全袂讲家己病情，但我就是我，我嘛甲伊同款，因为伊真正足爱文良的，唔才安尼做。啊，啊，但是你病成安尼啦，啊，这是。是你创啥物事啦？啊，到底是你母写啦？头家妈，这拢是事实啦。其实小金做早就甲我讲过这点代志啊。好，我来陪你看卖咧。尤惠，奶奶。代志拢讲我知啊，是讲代志奈变成安尼啊？还是阿妈，何里烦恼？啊，小金，你是什么时阵得感情？三年前。啊，嗯，文良跋断脚，公司业务断困难的时阵，就是迄个时阵发现。嗯，啊，代志奈还拄好。像我迄阵阿妈看你，都好好滴，根本就不参着破病人的款呐。阿妈，你坐啦。哦。小心无必要咧骗人啦。是啦。对啦，头家妈，这款 Gravic 是治血癌标靶药物，应该小心的是一罐啊，伊袂讲骗你啦。啊，是讲医生安那讲？医生讲，检验报告，我的昏倒是因为长期的化疗，身体有较虚，啊，佮加上最近较忝，才会昏倒的。啊，佮好佳哉啊，我的癌症无佮发作，啊，佮医生爱我定期来病院做检查。袂佮我做，安尼就好啦。尤惠，是嘞，真是我的本意。我想袂到我的奋斗，我嘛想袂到文良会甲你讲伊要照顾我。孙姐姐，我今后你免搞回事嘞，我也看不起啦。这动作。可是不小心见到永恒，这摆永恒放假啊！好啊，先卖讲遮，小金，你的身体较重要，有啥代志出去再讲讲。是啦，即摆身体顾好较要紧，有啥物代志出去再讲。嗯，啊，我有代志，我要先出来。阿孙子，嗯，尤惠，奶奶等。
你去阿遐困哦，啊有啥物需要一定要甲我讲，我先倒来公司，哈。我休困啊，我哩才陪你。幼慧，我知你心内真艰苦，若想要哭，你就去哭出来，阿妈，你放心啦，关系乱，袂需要饮奶茶同款，早就关系啊。爹爹妈今日放放心，明仔载再去爬起来，就拢放袂记啊。阿妈知影你是一个心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家己心内艰苦，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，害着别人。阿过你也知影哦，爱情不是会使扭来扭去的，你若认定是你家己的，你就爱较勇敢、较争取，知无？我当然嘛知影，爱情也不是不爱做，不是老弱妇孺。患病的人就会当优先，我不是身体健康的人，就要让座。我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我想开啊！我刚刚一班公车上过啊，想要坐公车喘一口气。幼慧，你敢知影阿妈当初先来反对文娘甲小青做伙？小青是一个真厉害、真欠卡、真强势的查某囡仔。当初一间公司，伊常常骂我甲文娘，甲公司一寡政策自作主张来做决定。对这点，我是足袂满意的。啊，不过文娘为了爱，当拢顺利。伊一家两个讲要嫁出来的时阵，我想要了解小青伊的家庭背景。用照地搞提示，你甲想看卖，我才会当用讲一个对于家庭背景拢未了解的查囡仔来做我的孙媳妇，所以我唔才会反对。阿妈，其实小青为不了牺牲家庭债，你也莫阁甲伊反对啊。阿妈嫁的是你，有慧，你爱知影嘞。小青是一个社会经验真丰富、心气真重的查囡仔。以后你要跟伊斗阵哦，家己都要较小心咧。阿妈希望你哦，莫安尼紧就放弃文良。虽然文良即阵是跟小青，但是并无表示讲伊无爱你啊。会记诶，阿妈永远徛伫你这边，好。阿妈，你安尼听我。我真系足感动，嘛足感谢。不过，我是真心的祝福不了阿公和小姐啦。我希望因两个会当快快乐乐一世人。啊，若是我甲不了的未来，虽然啊，我想再无用啊。怪丽丽啦，我来接啦。喂，要找啥？找你的啦。是啥？工地阿生啦。哈，迄倒来催钱的，你家讲啦。阿生啊，我国起码啦。阿哥啊，
明仔日石头吼，找无人做啊啦，安尼落去啊，工课做不完，啊，若搁拖落去啊，就会耽误到这工程的进度啦。啊，你要安怎甲厝主交代？那安尼啦，我哪法度啦？啊，大家吼拢是靠这份工资咧食穿啦。啊，你遐尔久吼无发工资啊，大家爱顾腹肚啊，唔只拢走了了。先啦，啊，咱实在这么久啊，啊，我国庆啊，当时啊欠恁工钱啊。啊！甲恁忙几工尔，你乱甲恁挑难，安尼真无意思呢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爸，是出什么代志先？哦，出一挂状况啦。啊，着顶头爱买饭哦，甲一久也袂符合咱啦。啊，毋则物价周转哦，小可困难。啊，遐工人哦，啊，工钱万几工而已尔，即摆挨十走啊，你看。丽丽啊，丽丽啊，我讲哦，这工钱的代志哦，是唔通哦，只有遐知哦，哈。爸，这暂时哦，周转袂过尔啦，啊，过几工，迄尾款若退掉，代志就解决啦啦。啊，这小可代志，若是哦，只有遐知，啊是叫伊烦恼的。想要甲爸妈的需要，竟然遐尔困难。国庆嘛。啊，顶届业者有讲，当时要咱买看嘛？都一摆还过一摆啦，我看哦，伊是挑工要甲咱拖的啦。安尼是免啦，啊，石头无人做呢，伊若继续安尼拖落去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啊，无人要做，咱不要家己来做。那，哇，真是倒歹命呢。爸妈，惠珍，我即摆伫咧厝内，嘛因无代志做啊，无看安尼啦。我去工地搭三工好啊！你的好意哦，阿爸知啦。要不过工地迄种石头哦，不是你会当做的啦。我看哦，你也是踮咧厝就好啦。哦喏，迄话不是安尼讲的啦。敢有人天生自然就会晓做装潢的？当初是我嫁来恁家的时阵，我不是跟你边啊，哪看哪学哪做，做到这阵哦，我十八般武艺我拢会晓啊呢。啊，即麦丽丽是咱家的新妇。伊当然嘛爱甲我同款啊，爱学咧做啊，以后毋才有人手头斗相共。啊，丽丽当当是一个大学生，啊，你叫伊工作做工？啊，大学生是安怎？做工啊，同一人哦。好啊好啊，爸，不要紧啦，这是我家己讲要做的呢。而且厝内的代志，我本来就应该斗相共啊。搁再讲，我对装潢设计真有兴趣呢，我等下以后我先做设计师啊。像现金安尼斗斗，应该有三万块。你先慢走哦，爸妈，我来啊！啊，讲要来斗三工，无你即马是安那拖我即阵啊啦？你去倒啦？我去银行啦。啊，你是去银行创啊？妈，这有十万块，你先去解决工作问题。袂歹嘛，搁知影讲退出内面做淡薄仔代志。无啦，明日退啦。啊，是安怎啦？
咱哪会用摕着你的钱？爸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嫁予志辉就是陈家的人啊，你哪会跟我遐尔见话啦？爸，紧把这钱哦提去予工人，安尼工地的石头才会当顺利进行。好啦，啊无就算我先来你借的，等后尾我人领着，我才提予你啦，吼。以后再搁讲啦，紧发钱啊！妈，请你跟我讲，我今麦要做啥？哦，来，阿姐，阿姐等吼，我甲搬来这边拍下我。哦。头家娘啊，啊你嘛唔通安尼，啊人拄嫁过尔，哦你就叫伊做这么粗重的工课，啊你敢对？你卖搬啦，带我来搬，哦。不要紧啦，我嘛会用做，我嘛赶快会用做啊。有听到无哈？我叫你做一下先，卖卖串串，啊，即马咧算钱，手底拉手比拉较紧，去做事啦。知啦，知啦。金波。对个啊，你着较细意个，若真个做无法嘞，人免叫啊。我知啦。你是唔惊人讲你是歹大家哦、喔？你哥哥，你是来做咩？想换头家是吧？等我等我。好啊，卖吵啦。来，来。喂，妈。奶奶，啊，你有闲好，等下一撮啦。啊，我有炖一碗鸡汤，啊，你坐等。哦，你大家赶吃。你有闲吼，转来一撮啦。啊，我有炖一碗鸡汤，啊，你坐转去吼，恁大家赶吃。啊！奶奶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内天厉害。我无代志啦。我去弄着脚。妈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我会搁找时间吼去炖鸡汤。啊，我要挂电话哦，吼，妈再见。哎，代志唔对咧，奶奶你敢若怪怪呢？我来看钱。哎，头家娘，鸡汤啦！去工地斗三工，安尼开脚开手，无斗三工就电脑就爱我伺候你。我摕冰茶吼。啊，多谢爸。妈，是嘞啦，拢是我无注意。爷，这小老有较会体吼。哦。小弟啊，啊，你老人汤来。爸，来，坐坐。郭金文，啊，拄才伫个电话中听奶奶敢若受伤，我都袂放心。啊，拄好我炖一碗鸡汤要送恁食，啊，想说过来看卖啦。嘿啦，你莫看阮头家娘哦，只会晓卖鸡肉饭。阮头家娘炖的鸡汤哦，嘛是乌鲁盖的特制，唔但有爱心，而且哦，佫是用感情落去炖的，足补的哦。有影，多谢啦。袂啦。丽丽，啊，你的脚有要紧无？是我无注意啦。妈，你莫烦恼啦。小弟啊，真歹势啦。啊，是阮吼，要甲丽丽照顾好势啦。啊，伊都讲要工地斗三工，啊，无拄好开晚着啦。啥？阮丽丽去工地做苦工？无去阁好咧，去顶多加无用的啦。你是的。陈大呆，你嘛甲差不多的哦。
阮奶奶在阮家虽然不是大小姐，啊，不过你嘛袂用叫伊去工地做苦工啊。起码伊受伤啊，你搁讲这款话？不是大小姐就安尼啊，啊，若是大小姐，啊，真正误落去会变安怎？奶奶嫁来恁家是做媳妇的，不是做工人的啊。我你即摆讲的什么话哈？奶奶还袂嫁过来之前，不是甲恁头家娘斗卖鸡肉饭，啊，即摆嫁来阮家，甲阮斗做事是安怎？你掠准伊来做小奶奶的心？歹势啦，阮陈家是袂去小奶奶啦。啊，若是要做小奶奶吼，去别人因家做啦。你讲的唔呐吵，阁无讲道理哦。免啊，减过几句啊啦，免对钱无礼貌。头家娘，免甲惊啦，这种人哦，欠人账，我欠人收你啦。专门欺负善良的人，我是替奶奶跑不平的。阿嫩啊，是我家己无注意，莫阁讲啊，好不？妈，是我对工地无熟，才会受伤啦。以后我会较注意的，你莫阁烦恼，好不？无脑奶奶啊，看我啦！我去蜜粉，阿嫩啊哦，伊就是烦恼奶奶。一时着急，真实的啦。啊，我看奶奶无代志，我着较放心啊。我先来走吼。无咯，啊你拄好来尔，着要走。我还佫代志爱无闲啦。啊，奶奶吼，伊老三唔捌的所在，爱麻烦你讲尴尬呢。就对啦，你放心啦，奶奶确实咯是一个好媳妇啦。那呢，我着放心啊。啊，我先来走吼。陈太太，无送。你若搁较欺负奶奶哦，你又去互伊夹脚掌啊！阿囡啊，行啦。三台建设的媒体大地建设成本预估表，但咱公司的财务部分析的结果，讲美景大地的成本伤悬啊，比一般的大楼搁啊悬三成。三成？悬一成我阁会当接受，三成厝哪会卖出去啦？虽然讲起厝的钱是三台出的。要不过厝若是卖袂出去，我感觉是了钱啊。小金，予咱的官爹，哪会无提起这件代志？孙小姐的官爹顶官刚有写着建材，并无写着医生啊。你想要等去美国啊？我要找啥物人参详的？报告董事长，拄只三台建设上这份预估表的人有讲，孙小姐伊咧回林记顶头昏倒啊，人已经送去病院去啊。真断言啊！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把小金留下来，要若无，甲三代合作，我看也免啦。哦，阿嫩啊！你若过一直黏来哦，会生囡仔啦！你到底是咧创啥货啦？迄鸡肉饭你嘛已经送来对无？啊，我嘛已经食饱。啊，你搁伫咧遮，迄鸡肉饭也足无用的呢。你唔爱赶紧转去斗三工。大哥诶，上无闲的时间已经过去啊啦！我即摆足有闲的，我会当来甲你斗三工。你知影无？我足介意哦，参像即摆，你有闲的时阵，你会当来甲我斗三工；我有闲的时阵，我会当来甲你斗三工。安尼哦，叫做互唱互随。迄叫做衰啦！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迄才艺未晓用哦，都莫乌白用。有一句话叫做“驾鹤西归”，你敢捌听过？驾鹤西归？这句话唔捌听过呢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哦？迄就是哦，我若带你哦，我一定会驾鹤西归啦。我带你吃好西瓜，是不是你要带我坐回两支去美国耍？哦，我著讲，阮台湾人讲话哦，恁越南人听不懂呢。嗯，你上巧。哎呀，我讲好吃好啊，明仔载都要用这个资料，家己丢违规产做代志，拢寄下出来。头家，
迄议长哦，包山包海风声哦，早都传到晋江知影咧。有遮个资料吼，我伫咧想，明仔载议长就出来等。等记者会完了后，我看一定都爱倒台谢罪。哇，真水哦！迄记者会哦，议长若是落台谢罪，安尼智慧就会当保议长的位，啊阿英遐大口袋，你就会当保智慧的位，安尼我就会当甲丽丽同款做议员夫人了。阿姨啊，大口袋，你是我的 hero。哎呦 ，hero 你莫做面盲啊啦！头家啊，明仔哦，你开完记者会哦，换我开记者会啦。你要开什么记者会啊？阿杜，宣布退出政坛啦。哈？那安尼我就袂用做议员夫人了了。那都是我的意思啊。死大口，死大口！哎呀，你讲啥话？姚金梅，你来家要创啥？我越南高材生不喜欢狐狸精哦，退退。安尼也好啊，莫遮无礼貌啦。好啦，你来啦，你。尤美，遮尔暗嘛，有啥物代志先？我拄好经过你的办公室，看你的电话阁光光，想讲来甲恁关心一下。哦，嗯。议长是安怎？有民众爆料，议长违法违标工程。啊！这微表包厢的后壁，上大的股东就是伊长因后生，所以我明仔载开记者会检举这个代志。其实这件代志在政坛早就传开了，啊，阮爸私底下嘛有讲过，但不过拢用无证据，到最后嘛是无依法。你看，这拢是民众爆料的资料，我相信明仔载若开记者会，伊长想要提嘛提袂掉了。也不过，这敢若是陈清涵，袂用算是证据呢。你明仔若是提来爆料，顶多会去用怀疑。去用怀疑嘛无要紧啦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媒体主动调查这个代志。我相信媒体若对局长穷追猛打，局长所作所为都会显出原形。无定啊着，警调单位嘛主动调查。志辉，我认为真正是无妥当的。虽然局长的作为大家拢知影，也毋过你袂用凭即款陈清涵就要开记者会。你一定要提出实际证据，才会当说服大家啊！咱若无，你做议长对你嘛无好处啊！袂用因为无证据就放伊煞，因为最后受害嘛是遮个选民。我是议员，我有这个责任甲义务监督政府。若是有证据吼，就免开记者会啊啦，直接交予司法单位去进行就好啊。我是认为你爱好好考虑，袂用遮尔冲动。我已经决定啊，不管是不是得罪到议长，这个记者会我就是要开。智慧，你蔡小姐无路用啦，阮头家伊人哦，就是伤过尽力了，唔捌收红包啦，啊嘛唔捌甲哦议会迄挂哦乌色议员吼同流合污啦，所以吼唔知甲即马有遮尼啊散，啊阮头家爸甲头家母啊吼，嘛袂甲即马哦，啊搁咧做装潢的头路。姚金梅，你电话光看有够，我会关灯啊，歹势，你当退啊，退退退。你这嘛是咧欺党友的！啊，我得怎样处理你唔办啦？丽丽啊，哎，我甲你妈在咧工地啊。哎，爸，等一下啦，我甲你做伙去。你脚落还袂好个，我看你留点咪厝休困啦。爸，对啦。啊！伊就留倒找歇睏啊，来当做找享福啊，咱两个人吼，都去做死啊。啊，讲对话，敢着爱安尼算？啊，要讲好话，做好人，钱敢嘛为天顶拿落来。啊，若要听好话，去找去食，去食，甲你分的时阵吼，伊就讲好听话予你听。啊，你是得？我安怎？脚疼就免做事咯。我逐天看到恁哦，我头壳都涩涩叫哦。恁若无叫我倒找歇睏。啊，你是好话啦，行啦。我拢无唔对，我只是脚受伤，帮伊做一寡较轻松的工课，帮伊甲我洗洗，会干你斗相共。
护士小姐讲你今天走啊？是啊，我都看恁阿伯来，所以就家己先去领药啊，啊，先说办出院的手续。我今日整理好，就会当出院啊啦。来，我来。出院了，一定要好好静养，啊，若无就可能哦，搁发作嘞，啊。你免替我烦恼啦。啊，等我出院休困两天了后，就会订机位转去美国。我美国的医生会照顾我。哈？你身体这么歹，搁要转去美国哦？如果代志做完啦，啊，身体恢复了，就应该转去啊。啊，啊，若无，搁无转去，又会安怎想？先莫讲这啦。我嘛无赞成你转去美国，我看你先转去厝了，把身体养好较重要。文娘，小金要转去美国，唔通勉强嘛，人伊主治医师伫美国。小金，我来看你啊，康哥嘛，李总，金董，金董，啊，你来怎来遮？啊，我听助理讲，你伫花莲去顶面昏倒，我人送来病院，我是专工来看你。无代志，要创业。小金的昏倒哦，金董的，多谢你专工来看我。应该啦。哦。今天头家妈甲李总，恁大家拢伫遮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提出来，大家研究一下。恁三代送来成本预估表，阮公司分析的结果，这美景大地的成本比一般大楼阁悬三成呢，安尼敢袂伤悬呐？听到这边，美景大地标榜是绿建筑，用的环保建材拢是上高级的，成本当然较悬。要毋过成本悬，卖价就悬，到时厝若卖袂出去，大家是拢会了钱呢。金董，你的考虑是真对，安尼听你的意见。头家嘛，我即摆想法是安尼啦。既然这美景大地是小金规划设计，我想要请小金重新修改一下。环保绿建筑会用继续，也毋过我希望成本得压较低，予一般客户大家拢买起啦。原来安尼，小金啊。你上位的成本计划真清楚啊，是安怎即摆设计会去失误着？是的啦，阿妈，可能是因为即个时间伤赶，所以我成本才会抓无遐准。啊无安尼啦，等我出院休困两天，等去美国了后，我就马上修改。啊，飞机即摆电脑嘛真方便啊。讲这么久，你嘛是坚持要等去美国哦？对啊，啊，是安怎一直要倒去美国？伫台湾敢袂用修改呢？小金啊，你一定要留落来了。安尼修改时阵哦，大家才会当讨论呐。啊，你若倒去，我找谁讨论呐？金董的，现在电脑足发达的呢，就是要修改、要讨论哦，搞电脑传来传去就好啊。那就一定要小金留在台湾。头家嘛，我这个人就惯性咧面对面讨论呐，安尼较实在啦。假使讲小金真正无法度留落来，那安尼，咱的合作恐惊有真大的困难哦。好啦，小金，你就留落来啦。不过，好啦，小金，拄仔金董讲的话你嘛有听到，这合作若无成功，就等于咱两个共同的理想无完成。而且你安尼我袂放心，我看你还是留在公司内面，我较好照顾伊。阿妈。你领回来。好啦，若是讲恁一定坚持爱我留落，那安尼，我把这个 case 修改完成了后，我一定会离开台湾，回去美国哦。
起笑。完做无？恁个较早同款，恁爸计嘛挂起。我哪有安怎？我真好啊！小金嘞，身体有较好无？已经痊愈啊，啊，不过这伊要转去美国。啊，金蛋个希望讲，美景大地的设计当做一挂金蛋。所以改了来。原来甲伊变改设计的人，那是你。我甲这囡仔嘛，甲你同款，安尼小金才会当留落来。你着要好好照顾小金，莫阁让伊身体出状况啊。写到家里，替我拍开一个永恒。我若无唔知影的人，可想讲想要甲伊告告底。没事啊，我袂紧，袂紧走。